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平时是怎么捞螺的，像这些出水口的地方，因为它氧气比较足，所以螺都是比较多的。这就是我们捞螺的工具，就这个一捞，就一抽。捞完了，第二天它那个螺又会从其他地方又会爬过来，大大小小的，到时候就拿回家去挑选，之后再发货。